繼續而家都主持呢個談天說地，咁呢個時間咧係咩時間？哦，已經係9:10噶啦，係2018年嘅10月26日星期五嘅上晝。先頭咧，我喺半個鐘頭之前咧，我已經係拍得抽筋脹嘅，都仲係用呢個單反機，即係我換咗個鏡頭嚟拍嘅。先頭咧，我用嗰啲長焦鏡頭，而家我就換翻個固定嘅鏡頭，咁樣咧就係再睇一睇咧，就係即係個效果啦。咁而家我咧基本上咧就邊喺度喺度拍錄像，就邊喺度學下嗰、那個即係用單反機啊，用咩相機啊去調個白平衡，就希望個白平衡咧能夠咧。即係調得比較好，即係滿意啊！即係而家要係學下呢方面嘅技術啊。當然咧，而家呢個時間咧就係日光日白嘅，咁窗口啊、外邊啊都係有光線嘅，所以咧就整個嚟講咧就係個光咧就即係我而家睇上去啦，咁係背面係白色嘅，咁即係都係我達到嘅效果。但係如果係到咗晚上咁樣咧就～即係能夠調到咁光係最好，因為有時咧拍啲錄像咧個背景咧有啲黃黃地嘅，咁我唔係好中意呢啲咁嘅背景黃色。但係有時拍錄像咧都係。都係想學下嘢，一個咧就係做個臨念啦。關鍵咧又係中意，即係好似玩下相機咁樣啦。即係相互相成咯。既可以玩到呢個相機，又可以學到嘢，又可以自己咁樣借題發揮喺度拍錄像。咁我覺得咧就係一舉兩得啦嚇。咁我錄像咧，我每日都會拍嘅，繼續拍落去嘅，每日都係希望咧就不斷咁提高自己嘅嗰種拍攝水平啦。另外咧就係即係做啲有意義嘅事情啦。而家我今日我係休息嘅，咁我哋等緊我個朋友，等緊我朋友過嚟嘅啫，而家。我一個廣州朋友，咁我而家咧，而家呢夠10點鐘啦，咁佢肯定買完煙咧就揸部車過嚟邊嘅，起碼都要半個鐘頭。我總體而家咧就，我已經係即係睇過我自己拍嘅視頻咧，都有2000多套節目噶啦，都非常之多嘅。所以有時拍錄像咧，不管你
拍得好與壞，都一種記錄生活，一種記錄生活。而家即係我咁樣輕描淡寫咁樣喺度吹下水啊，咁你或者你明年、後年啊、五年後啊，咁你再打翻嚟睇翻今日啊，2018年嘅今日，咁你會覺得，哎呦，原來嗰日啊都係喺呢度咁講呢啲咁嘅嘢啊，你表述啲乜嘢嘢啊？哪怕你係即係言而無物，即係你講嘅過程都係冇咩話具體嘅嘢嘅啊，但係即係都係有意義啦，起碼你每日都係有節目啦，你每日都係有視頻啦啊！我都曾經想過咧，每日拍一套視頻嘅啊，但係而家有時我會拍到好似琴日少啲，琴日3、4套啦。咁先頭我早上又拍咗有10幾分鐘啦，咁而家我換咗鏡頭，我又拍啦啊！咁呢個2018年咧就已經好快過去噶啦。之後，應該差唔多仲有4日時間啦，就已經係十二月份啦，11月份跌到12月份，咁啊到明年啦，咁2019年啦，所以即係我從今年2018年嘅1月1號拍到而家，都未間斷過，未間斷過啊，所以仲有2個月時間就過埋今年2018年啦，咁所以。我都希望你係嚇一年時間360日啊，每一日都有視頻啊。明年拍唔拍嘅話，但我明年我同樣係1月1號，我可以調，即係我可以將2018年1月1號嘅個節目調上嚟，咁樣其實咧嚇，第日每日特別一樣啦。就算明年我唔拍錄像都好，咁我咪攞翻2018年嘅錄像嚟去分享出去咯。即係算係咁樣，所以今日拍個錄像，你睇翻佢好似枯草無味咁樣啊。其實咧，你隨住時間嘅演變，你先會有。咁2017年嗰時候咧，我哋拍個錄像啦，但係2017年嘅嗰套錄像我都唔係好滿意，因為嗰時候咧我哋啱啱學拍攝啊，之後我覺得比較成功嘅錄像咧就係一次咧。我咧就係去咗呢、這個邊度咧？係拉斯維加斯，係3月份嘅。咁嗰幾輯錄像比較好。咁2016年有冇拍咧？都有。我用手機拍嗰時候咧，我就喺聖地莫尼卡嗰附近，即係幫毛毛做嘢啊，嗰個後邊嗰度。零零丁丁就拍咗1、2輯，唔多。最後揸住部車啊，去邊度嘅嗰啲我都記得啊。即係嗰時剛開始嘅，
不過呢樣嘢咧，我今日拍啲錄像咧，即係今日開始咧，我都係暫時冇分享出去啦。咁但係我都係中意堅持每日拍錄像嘅，只不過我唔分享出去啫嚇。因為有時啲心情係好緊要嘅。咁你心情好嘅時候，你會你會好中意啊，每日拍個錄像都想分享出去。但係如果你心情有啲唔係好好嘅話咧，咁你就唔想分享出去。但不分享出去不等於自己不拍，即不等於自己不拍錄像，拍錄像還要堅持的，而且都還要繼續越來越多。有時不分享出去呢，個錄像呢有一個好處，就是沒那麼大的壓力，即是說你自己想講什麼你就講什麼，你拍完之後你自己知道就 OK 了。好，拜拜。